谁最快的速度从溜滑梯的顶端溜到底部，谁就是赢家。那时候公园里总是有一个男人，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外套，然后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，脑子里好像在想些什么似的。他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四周，嘴巴里每天都哼着同样的曲调。后苏珊娜，后别为我哭泣。Oh, no.